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I 部分。我刚刚讲过，就是最后做出来的是这样，上面是记得就是什么 change layout 有没有？把它改成那个 linear layout 嘛，哈。那当然除了 linear layout 之外的话，还有很多 layout 了啊。这些 layout 的话，其实比较常用的哈，倒是 linear layout 或者是 relative layout 也 OK。不过你一个版型不是只有一种 layout， 你可以很多 layout。它的观念其实有点像在做网页啦，好，有没有网页里面的话有那个什么 div 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网页？你可以也可以排一个版型是不会有问题，而且可以很多种版型结合在一起的哈。而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先用那个 linear layout， vertical 垂直的，然后上面的话放三个东西，放四个元件。第一个的话是用 test view， 好 test view， 然后呢底下放三个 button。那上面的名称主要是要改两个，一个是按右键哦，上面的文字就是 edit text， 这个 edit text 的话基本上是显示什么，显示里面的上面的讯息。第二个记得按右键再来什么更改它的 ID， 它的 ID 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名称，请各位这个 ID 是给谁用的呢？给你将来的 activity， 说 source 里面要撰写程式的时候，撰写程式的时候是看这个，那画面上 user 看到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是给那个什么我们 coding 的时候的人看的啦，然后就是 enjoy 这是 source， 那这个是画面上，那再来的话其他底下是一样的。不过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常常有同学会问到说，这地方为什么会有惊叹号呢？对，很多同学都会问。其实这个惊叹号如果让它消失的话非常的简单，不过可能要再做一点事情，这等一下会再讲。也就是说它这个地方会牵涉到所谓的多国语系的问题。什么叫多国语系呢？因为你这个电话号码冒号这几个字如果你放在这里的话基本上是写固定的。也就是说当然如果你是在台湾的 user 看到是 OK 的，可是如果是外国人看到的话，比如说日本人好了，那日本人看到的话他看不懂电话号码这几个字，或者韩国人看到的话，或者大陆简体字，或者英文语系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你必须怎么样？把这几个字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 resource，res 就 resource 里面的那个 values 目录里面会有一个 string 字串的资源，一个 string 的 XML 档。那你要怎么样？要做多国语系。那怎么做多国语系我想有点复杂，等一下再来讲好了。我们先 step by step。那做好多国语系有几个优点，第一个你的惊叹号一定不会出现，第二个呢如果你的 user 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他都可以 download 你的 app， 哇那你的市场从大概500-600万暴增到应该现在几亿的忘记了，反正全世界有用智慧手机的话是几十亿人口啦，几百万变成几十亿。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做多国语系之前 有同学有统计过，如果你没有做多国语系的话，你 download 次数大概几百几千个大概差不多，可是如果你做多国语系你再烂的 app 也是一堆人 download， 为什么？因为他 download 下去看得懂嘛，看得懂的话他就愿意 download， 可是如果你让他 download 下去看不懂，他一定就把你移掉了，或者是可能连 download 都不想 download 了。 OK 好，所以这地方的话等一下再讲惊叹号部分怎么样去做多国语系其实多国语系这上面有没有看到 add new translation 有没有？那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了？你哪一个国家有没有？这边有好多国家，全世界很多国家。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个英国的United States 或者是其他有没有？那这边的话都有国家那其中的话呢比较常见的像日本好了，日本的话是 J 开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什么 J 开头的是在J 有没有过了吗JK 有没有 JA 有没有看到 Japanese？ 那如果说你将来要产生一个什么日文的话，那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全身，那后面有个翻译啦不过翻译部分的话恐怕你就要可能要靠一下什么呢？现在最方便的工具就是用什么，用那个像那个翻译的 Google 的翻译翻译一下，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了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先玩玩看，这上面有这东西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把界面做完之后，接下来要解决什么？解决 source， 就是你点它的时候处理那个事件嘛，对不对？那这个事件要怎么处理呢？其实跟 Hello World 一模一样，画面上会被点击的
你就做事件。如果不会被点击，不会用到的，像电话号码这个，哎，应该会不会被用到呢？会，为什么？因为他点它的时候，我这个是 input 嘛，对哈 ，output 到哪里 ？output 到上面，所以基本上会用到的元件，画面上元件这几个都会。所以这几个都会的话，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上礼拜讲过嘛，一宣告，你宣告在全域好了，因为全域比较好找嘛，反正你宣告在区域的话，好、哦，它可能会找不到，或者是说你还要再多宣告几次，所以宣告再来做什么？画面上要跟 source 连接，因为你要把你的元件跟物件做连接，所以第二个 连接，第三个做什么？做事件。所以做完之后的话，三个步骤跟上个礼拜 Hello World 是一样的、哦、那 source 的部分应该已经写好了，大概就是在后面这里。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基本上就三个步骤、哦、那这个部分如果各位 OK 的话，等一下可以先试试看。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好，先把那个、哦、界面，那、啊、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